好，即马就放咧哈。好。这个故事吼，人无甲讲咧录音，啊，拢一直甲开讲，特别讲话。哎，逐工做无好耍啊？袂啦，不过袂歹啊。你要甲放来遐？啊。看伊伫流汗，不如。
但是阮是有受到迄个疫情的影响。会保护你，就放心啊做。嗯嗯嗯。印象中较早毋捌连续来停两工的呢。嘿，啊停两工实在小可麻烦。是啦，我也讲吼，我这无法有啦，我刚上班的时吼，我看天气咧，因为咩啊，即嘛我家己拍。你三六日，你十一点半就会使回家睡觉。哇，七十几啊。这拢是经验啦。嘿啊。迄着差足侪啊，热天甲寒天着。一人一人做法无同，一个人直接就安尼用。嗯，你做的品质无同啦，一个做无同。嗯，佮有伊卖迄馅饼啊，迄皮嘛是拢家己用的。哇，三明治足好个呢。啊，但是时间长啊，啊，请无人。放到即马，啊，即个品质佮遐个都有差吗？也是拢共，嘛是拢共款。差不多。每一项拢爱做足赶紧的。嗯。那要找我有代志，伊就会较熟知啊。哦，嘿啊，怎啊找拢骗人遐多。哪搞的？看影片无遐简单。对啊，就像你讲的，连价。遐有赚足侪钱遐。嗯。安尼哦。无啦，因为你啉茶爱放料，我头先讲。哦，我毋是讲食啦，我是外口。
你这若去菜市啊摆摊，应该嘛是会使。无够两百，是一平算吼，安尼就安尼就会使啊，吓，安尼就差不多啊。可以，再做沙拉。你也够有钱吗？